常见的没有明确的禁止症，嗯，啊不是没有，就是一般情况都所有的病人都能做，那主要的绝对的禁忌就是有肠穿孔的病人，嗯，啊如果有明确肠道穿孔的、消化道穿孔的病人不能做的，因为它会加重穿孔，嗯，啊，那么年纪不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禁忌症啊，嗯，很多人会觉得年龄大了。说很多门诊的病人说，哎呦，我老爷爷老奶奶年纪很大了，七八十岁了，是不是吃不吃得消？其实呢，这个其实我前面讲的肠病，其实总体来说是一个，它虽然说起来好像是进入体内的，但它并没有太大的伤害，主要是一个可能有局部的不适应啊。所以呢，一般病人对年龄上其实没有太大的限制。当然，如果是全身情况比较差，心肺功能很差，呼吸功能都不好了，肺功能都不好了，心脏情况心衰很严重啊。那这种病人，他不能再做任何检查的。